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你们都攻守兼具的因素是什么？因为我有一群很好的队友，在我守备或攻击的时候，给我很大的帮助，很大的信心，我才能完成这一场比赛。好，谢谢，感谢崇宇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要来访问陈北公刀。你喜欢这个名字吗？好的，那当然，崇宇，我要问一下，大家有发现崇宇其实从去年的下半季到今年的上半季，表现跟往年比起来有非常非常大的进步。那自己觉得有这么显著的成长，最关键的转变原因对你来说，你做了什么样的转变？多练，多学，还有我的队友大家。所以我要跟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好，那也相信他们两位的努力，我们都看见了。好，最后我想要请教两位一起，就是其实两个人很难的是双胞胎，又可以在同一支球队一起打拼。那虽然守备位置不一样，但是两个人私底下是怎么样勉励对方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先从聪婷开始吗？我们没有在勉励对方的，还是说讲干话是不是？有话直说。啊，一针见血，一针见血啊！那崇宇，你要分享你跟弟弟之间是怎么样有话直说的吗？示范一下。干话讲多一点，就知道彼此缺点在哪里。谢谢。谢谢。好，了解了。崇宇，不亏球进度啦，非常棒的这个兄弟档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。